啊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！感谢到咱所有好朋友，这二十几年来对着咱中诚百货有限公司这个支持和爱护。小弟今仔日这个中秋节前夕，借用着这条朋友情，来感谢到咱所有的好朋友，谢谢。天经做你的死去之人家最开始友谊，友情的鼓励感慰，亲像沙漠中的泉水。讲起别论意义，最大只阿三姨，今日你来看心我。明天换我支持你，我希望甲你一生来做知己。朋友，朋友，好朋友，是咱成功的本钱。感谢大家啊！小弟我会继续认真拍拼，为大家服务。谢谢，中秋快乐！